最近一位杭州的小姐姐让我给她找一条适合秋冬的手镯，那今天这一批温暖又清新的皇家礼是最适合不过了，既应景又不容易撞款，我想没有哪一个女生能够抗拒的，每一只都各具特色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蜜糖黄的，颜色是很鲜亮的，飘花是浓郁的湖水绿色，整体给人沉稳又高贵的感觉。那这几条呢，它的绿色蕴含一类，可以达到金丝绿的一个效果，起货以后可想而知有多美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只就更为特别了，多了一段温柔的粉紫色，一只手镯它聚集了多彩多色是非常好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做成成品以后的效果，让我想到一首诗，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，黄与绿交融在一起，玉指细腻水润，温柔又美，既显贵气活力清新的皇家礼，宛如来自于梵高的名画向日葵，也是最近大火的伟大的色系，这个季节的是最适合的。大家都知道千金难买皇家礼，特别是像这样的黄翡是来自于皮壳的赤橙色，为什么尊贵，就是因为它稀少，而且在市场上是比较紧缺的。我们毛胚呢，就是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圈口来定制，这里是从54到58、59都有，喜欢皇家礼的姐妹们在评论区告诉我。